样的誓言，超越爱的地平线。福金利福，金利福珠宝提醒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所提供的礼品一份，每期一等奖一名，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一部，二等奖1000元金饰10份，三等奖价值200元的充值卡50份，幸福账单我们为你买单，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是传说中的幸福三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大型综艺互动游戏类节目《幸福账单》。本节目是由完达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完达山》，幸福很简单。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您的账单啊，您可以扫描二维码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报销您手中的账单了。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来吧，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报账人。我就像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碎的爱你永远不离不弃。我很少听到这么妩媚的小苹果啊，这个版本小苹果从来没听过啊，好妩媚啊，一般都是可爱型，而且声音也特别有特点，对，来吧认识一下小妹妹啊。大家好，我叫李丽，我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啊，我现在呢是平泉县7沟聂门子中心小学的一名山村教师。啊，老师好，我说这么温柔呢啊，对学生温柔一些。老师，请问教什么专业？我们学校1到6年级的音乐课都是我教。啊，教音乐的老师。音乐老师。对，音乐老师。1到6年级那应该分不同的音乐风格。对，年龄不一样了，就是不一样教的。他们都是有不同的特点的，真的。对，一年的孩子有什么特点？那我给大家模仿一下，好不好？就拿葫芦娃来说吧，大家看我模仿像不像啊？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七朵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太形象了，音还识不全呢。对，奶声奶气的嘛，特别好，不受控制的。三年级的孩子，拿《春天在哪里》为例吧。那来。三年级的孩子，大家要想想，他这个时候还有些跑调啊，他会改编歌曲了。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这里还有什么呢？他们就自己瞎唱。他们是特别不好管的，我明白。这个注意力是特别不集中的，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啊？你可以给他模仿小动物呀。比如说，你模仿什么样的小动物？金鱼呀。哎，怎么弄的？你不像，谁会模仿金鱼啊？还有什么？金鱼会生气吗？吃的花痴的时候，花痴的时候。什么叫金鱼还会花痴的时候？啊！好美呀！你看，我要学花痴的金鱼。鼹鼠，你再有2颗牙就更像了。每次都是鼹鼠呢。你真的，你就像鼹鼠，你长得就像鼹鼠。你看这是这金鱼里面的鼹鼠。问题的本质。鼹鼠鱼，哎，真的挺像的，鼹鼠。哇哦！老师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来到这里，希望为我的孩子们。一人抱一套校服。校服有多少个孩子？有大约300个孩子。我的天，那一套对多少钱？多少钱？
大概就是18000。哇、哦，好的，行，嗯，这个花在教育上的投资总是回报最大的，嗯、值得的，嗯，倒计时，3、2。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哦、胸中藏着一把火、哦、世界终于这么好过、哦、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自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我特别欣赏，因为你上来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气质在全场，而且我发现你特别有爱心，是确确实实的去关注孩子，然后希望在你接下来的闯关当中呢继续加油。谢谢大家，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18000元，18000元给孩子们买校服的费用。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丸大山安利聪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也可以获得由丸大山乳业所提供的牛初乳粉大礼包，好不好？好的，加油，谢谢，加油吧，老师，加油，老师加油，不怕死，加油，加油。好的，听我的口令，3、2、1，开始，相信你没有问题的，一气呵成迈过去，好的，你是最棒的。来吧，不要这样抱住他，别抱住他，转起来，好的，过去过去，一气呵成，回来，趴下，好的，没问题了，赶快站起来迈过去，好的，来到第三关了，任务过半了啊，功亏一篑啊，差了那一点点，遗憾的宣布，李丽的账单取消了。来，欢迎下一位报账人。哇，真好玩，两条龙，这叫什么、啊、这叫二龙戏珠是吗？二位还打算打到什么时候？来，欢迎你们！欢迎二位，欢迎欢迎！来来来来，哎，首先告诉我们、啊、这是什么呀？哎，这是空竹吗？对，空竹中国龙。啊，空竹中国龙。对，这样的空竹，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看到，来认识一下两位。各位评委、观众，你们好！您好，您好，您好！我是中国空竹大人，国家一级空竹教练。贾德平，哎呦，杨澜基，您能教教我
我们吗？您既然是空竹教练，可以啊。对空竹感兴趣的姑娘也可以到台前。真的很快的。哎，这就这么容易就上手了？我试试看行不行啊？好。哎，公演你光转不行啊，你得来几个花活啊，就空中抛接啊，得呼呼。哎呀，我不想请练教练啊，这太难度太低，有没有难度高点的我来试试。那大的，大的好啊，我就爱玩那个大的。你觉得大的简单是吧？是吧？这小子没意思，没意思，没意思。来，请回头看看你的大空竹啊。这是把你家锅拿来了吗？啊？那这个能真能转起来吗？转起来还可以玩起花样来。来来来，我们都闪开。来了吧，别把舞台留给我们这个一级教练看。特别沉啊，来，小心！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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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啊。哇天哪！这样甩出来多吓人啊！小心小心！这告诉我们一个科学道理：地球真的太转了。老师，您那个绝活可以留一下。行，我们知道你。哎呀！我天哪！上课！别动了！好了，行了，可以了，老师，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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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走空竹就是转起来就停不了啊！真的，好，谢谢，谢谢。其实小的有小的乐趣，大的有大的精彩。嗯，来，谢谢，谢谢姑娘们，谢谢你们。您今天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呢？跟空竹有关吗？今天我报1000块钱的空竹维修费。1000块钱确实挺费的、嗯、这么练的话挺费的、好的，那看看你的才艺究竟怎样、好吗？三二同时抖起来、这个节目叫孔雀开屏，孔雀开屏，谢谢，希望大家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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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1000元。1000元的空竹维修费用。来吧，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挑战好，祝您成功，大家加油！来，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是的，没问题。哎，小心！宣布我们的空竹达人账单取消了。欢迎下一组报账人。
给。大家好，我是波斯舞公主玛莎。哦，传说当中蛇表面是凉凉的是吗？吐信子，可以感受一下。只是传说中，现实中是这样子的。还真的，刚刚跳两拍呀！刚刚跳过。你别再一惊一乍的行吗？你比蟒蛇还吓人。你叫唤什么？啊，是凉凉的那个。真的，和我在一起跳舞是我的一个舞蹈伙伴。如果边上的人碰他，他会发怒吗？这会儿不会，因为他已经刚刚适应过来。你看，刚跳舞的时候到现在，我之前我也刚刚跟他玩了一会儿。你要尝试带他去吗？啊，对，哇，很好，对，很温柔的，这史上最著名的美女蛇，就是朱迅。哎呀，哇！他在我身上滑动啊，什么感觉？什么感觉？现在？啊，我觉得他好有力量，真的。你会觉得是一个，就是他外皮很柔软，但是他里面的筋骨其实是对，很有力量的。对，他一般咬人了或者是缠住东西，他就会不放，一直到吃了他为止。啊，我一直到吃了他为止。你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最开心？我听说是跟他洗澡。你看，我也听说给蛇洗澡，蛇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啊。对，洗澡的时候非常愉快，跟我们家闺女一样。好吧，喜欢玩水。来，我们真的准备了一个澡盆，我们看看蛇洗澡是一个什么状态。今天让他愉快一下，今天让你舒服一下，好不好？这蛇洗澡我第一次看见。所以它也是不是凉？太烫吗？可以，刚好。可以哈。需要搓澡吗？我们摸着是凉飕飕的水，它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热。想逃跑。不要用手这样指，它就很容易咬。一般的我们都这样的。这样。拖着它下颚，就这样的。样的你要是这么指，它就会咬到你的手。好的，来吧，接我去。好的，谢谢你。那个，今天你在现场是想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呀，姑娘？因为印度的那有一个眼镜蛇嘛，特别逼真，虽然很危险。因为我也没去过，我正想，希望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能实现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我当然非常开心。真的。所以我就想去，能够去。去印度，然后真正的感受一下，看看他们的眼镜蛇为什么能随着笛子的声音。姑娘，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新疆的。你是来自新疆的，想去印度去看一看那里的眼镜蛇，学一学是吧？对，印度。多少钱？我报的是4800的。4800元去印度的费用。60秒才艺，准备，3、2。好不好？是不是能赢得路费？多少钱？我报的是4800的。4800的。4800元去印度的费用。谢谢。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完达山安利聪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也可以获得由完达山乳业所提供的牛初乳粉大礼包。加油，好不好？好来，
你的宝贝给你加油呢，来，步入挑战区，加油。他能否通过挑战呢？我们一块来期待一下，准备好了吗？马上，来，三、二、一，挑战开始。好的。哇，非常的快速，接下来挑战就在面前哦。哇，小心小心。哦，我看得出来他其实是想通过这关的时候想加入一些舞蹈动作。第三关，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倒带，哎，漂亮。池子坐起来。哇，哦，有没有看到他这样的选择过的方式？哇，他把整个身体都放在下面。哇，漂亮。简直太棒了，哎，现在有点小小得意啊，别得意哦，我们的游戏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让你通过的。他在数节奏，他在打拍子。好的，按下确认按钮，来吧，马莎。好，好激动，好激动是吧？呀，我也特别激动，我都没想到你这么顺利就过关了啊。那么接下来你将面临一个选择了。我放弃吧。正式宣布啊，马莎在我们这儿的账单。去了，来，把这个是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欢迎下一位爆料哥。看着你踩着那广场舞，啊，动次大，动次大子。看着你甩掉了一身肉，心里头美滋滋。看珠子掉地儿摔八瓣儿，我攒钱过日子儿啊！你穷嫌弃我是穷光蛋，没钱儿没本事。你看看人家乔布斯，再看看比尔盖茨，咋的呀？同样是俩腿支个肚子，不是高的汉子。没有咱岳哥帅。没有他这没有让他换车子儿啊！你不说自己太不争气，说我是败家子儿。那个败家媳妇儿，败家的媳妇儿，败家的小媳妇儿，整天烧着心的花言巧语，涂你的红嘴唇啊！自从娶你进家门啊，做了我的新媳妇儿，你就像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儿。那个败家媳妇儿，败家的媳妇儿，败家的小媳妇儿。整天带着孩子做饭洗儿，还要给你开心，应该的嘛。既然娶我进家门啊，我就是你的媳妇儿，必须的。要疼我宠我爱我那一辈子，我要疼你宠你爱你那一辈子，不换人。我觉得你们唱这个真的是如鱼得水，对，是吧？这谁写的？这个歌呢，也是大庆老师自己作词作曲编曲。我终于见到真人了，太棒了！会唱吗？败家媳
妇儿？会一个败家媳妇儿，败家媳妇儿。来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跟大家。大家好，我们是大姓小方。对，特别熟悉。你有一弟弟吧？对呀、紫薇对不对？徐紫薇。徐紫薇，徐紫薇，徐子淳，是的，是哥俩，哥俩。非常棒，每年的春晚都有很多的作品送上去。被迅姐给爆料了。他们两个创下了连续四年九首歌荣登央视春晚的记录。四年九首歌啊，真的有非常多的作品，对，比如说《中国美》中国美12年的春晚。哎呀，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唱呢？你跟紫薇这个讲过好多次啊，被九月奇迹给抢走了吗？关系太好也不是好事。对呀、对呀、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哈，我记得有一个偶像唱过，男生哦。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妈妈的身体一直是我最大的牵挂。唱的是我对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虽然它不是那种高音呐、然后非常大气的那种歌，但它真的非常的温暖。而且我记得浴缸的还有一首歌，李玉刚的有一首歌是、那首神曲是吧？你看你们兄弟两人真的很棒，有这么多好的音乐作品。这也我除了兄弟两人，这是我的，是嫂子吗？不是，这谁呀、这不是败家媳妇儿吗？我在屋搭档啊，因为你是败家媳妇儿太流行了，老觉得你是个败家媳妇儿。我现在不是啊，将来也不是。好吧好吧，你这证明了啊。对对，好的。其实真的，兄弟两人有非常多好的音乐作品，期待着你们更好的作品，而且希望你们自己唱自己的作品。有朝一日哈。今天这一对儿哈，老于是搭档来到现场，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没的。今天那个账单呢，是我们刚出了一张新专辑嘛。然后专辑要拍一些宣传照，对，账单金额是3890元，还是媳妇儿进的清楚点，他一点都不败家，败家，所以他对钱特别敏感。那今天带来才艺是不是就是新歌呢？就是新专辑的这个主打歌，主打歌，叫《老公赚钱，老婆花》，老婆花，60秒，3、2。老公你在哪？老婆想你啦。你在外面要少喝酒，烟最好别抽啦。老婆你放心吧，一切都挺好的。老公赚了钱就回家，回家给老婆花。老公赚钱给老婆花，老公你辛苦啦。我辛苦，不要累了就解决吧，我给你泡杯茶。老公赚怎么就怎么刷呀，老公赚钱给老婆花，老婆谢谢啦。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就不客气啦。老公赚钱给老婆花，老婆像一枝花，老公是金钱如粪土，想怎么就怎么擦。哎呀真好，谢谢。老公是金钱如粪土，随便怎么花，随便花就随便花，怎么刷都行。对，反正我是银行卡嘛。你是这一款吗？我必须是这一款的。您是这一款吗？我不是，我也得说是啊。我猜小马哥是这一款。为什么？因为他那银行卡里没钱呢，随便刷。
好的，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3890元的宣传照片啊，3890元宣传照的拍摄费用。嗯。好的，加油了，加油了，来吧，你去挑战吧，我去吧，加油了，啊，老公开始赚钱，加油，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拜拜。哇，这露出小胳膊来了啊！虽然他露出小胳膊，但是看得出来没有什么肌肉，但是身体的协调性是非常不错的。到第二关，啊，看他如何通关呢？真的是不错，身体协调平衡都很好。好的，来到第三关。哇，美女评审们给他点鼓励好吗？好，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第三关。可以选择站在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红色的信息的平台之上，直接通关。只要你站得上去，哇！哇、哦，其实大庆有点瘦啊，小胳膊小腿儿。站起来才有可能通关。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儿。看一下时间，看一下时间。好的，好的，是机会。很遗憾的宣布，大庆小方组合的账单再次取消。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本节目是由王大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王大山幸福很简单。欢迎下一位报账点。我就是应该是个你是陛下堂堂男子。来认识一下，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的一名普通员工，我叫顾建峰。啊，嗯，你唱的是浴缸的歌。李浴缸老师。对 对。你喜欢他？特别喜欢。你喜欢浴缸喜欢到什么程度？我听见喜欢到有一次我老婆说，哎，你晚上怎么做梦在唱李玉刚的歌啊？你做梦都在唱他的歌啊？对，我说，哎，我不记得，我不知道，我一做梦肯定记不得。那你平时啊练玉刚的歌都什么时间练呢？那家里呢，我几乎是很少开口的。那么我就是上下班路上，然后骑着我的小毛驴，然后在那电瓶车嘛，对对，电驴电驴，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挺滑稽的。你这能还原一下吗？可以还原啊，来试试啊，我给来点风。送给老师，挺好的。你今天报一张怎样的账单？今天这张账单呢，那跟我家人有关。咱们结婚的时候有仪式嘛，司仪仪式嘛，有一个流程很重要，交换戒指。对呀，最重要的啊。用的是假的。假戒指？假的，对对对，假的。知道吗？知道，我们是协商过以后，然后就这样实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补偿一下我多年来的遗憾。那么想给他报一个钻戒，价值6400元。好的，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才艺？今天我最喜欢的一首《逐梦令》送给大家。逐梦令，逐梦令，好听。好，60秒倒计时，三。檀香映窗花透窗棂，白夜里千只鹰牵引，我颤抖半白了发鬓，故事灵犀心不平，月明如一清平风景冷清，北风行古道的古亭，今生繁华耀然空尽，红尘爱恨无根浮萍，风花虚名我回忆。看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6400元的钻戒一枚，6400元给老婆买的钻戒。对，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完达山安利松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也可以获得由完达山乳业所提供的牛初乳粉大礼包，好不好？好的，争取成功，加油，一定要成功，加油啊，加油，我的钻戒。好，胡建锋要想成功闯关，就拿出男子汉的气概了啊！胡建锋，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勇敢迈出第一步，你没问题的。好，哎呦，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过了两关，第三关你要稳住了啊！好的。好、哦、漂亮，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到对岸选择站起来的时机，什么时候站起来，他很聪明，快了快了啊，胜利在望了，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哇，安全人牛，对方安全人牛，安全人牛，哎呀，基本上应该说已经确认了，不过我们还有第五关，这第五关你要不要挑战？如果你成功挑战第五关的话，咱们的账单就要翻倍，给媳妇儿的钻戒克拉数就会变大。我过来录节目的时候，我的爱人给了我一个锦囊，叫我到了节目组再打开。哦，我刚刚在台下偷偷的开了一下，上面有8个大字，怎么写？知足常乐，见好就收。谢谢谢谢谢谢，咱媳妇写的对呀，万一成不成功的话，啥不就没了吗？是吧？对对，咱听媳妇的，是不是？是，对，好的，没问题，那就高兴的宣布建锋的账单确认，恭喜！来，胡建锋，高兴的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来，幸福账单为你买单。看一下一位报价。哇！江风吹动树叶沙啦啦。
树叶好像在说悄悄话，你看那路上一对女丁，多么年轻，多么神气，多么潇洒，橘色闪闪发光，毛呀像花，金色火焰映着黑头发，绿色的裙装穿在身，多了妩媚，添了英姿，更加挺拔。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们是女子水晶乐坊。哎呀，我们看看各种不同的乐器好吗？好，这个是二胡，这都是水晶的。水晶二胡，水晶琵琶，水晶箫，箫，有点仙风道骨的意思没？嗯啊，你拿的是个女侠，女侠吗？女侠，那吹箫你看。哎，能不能单独的展现一下我们乐器的音色？可以啊，没有问题。行吗？其实不光是乐器，包括我们的队员进我们的乐团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哦，对，进乐团是有要求的，什么要求才能进咱们水晶乐团？我们看看那个朱星姐姐有没有可能进你们乐团。那这个我们就不敢收呀。收了。那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就是也很简单，平均年龄是在90年上下。没有，哎，回来，朱迅姐，我跟你说，九五的我们也收，小一点，九五的更好，也可以啊，九五也可以，小点也行。平均体重是在90斤上下。啊，还有什么要求？平均身高是1.70米上下。穿着高跟鞋我将掉，啊，你差不多，差不多，其实我觉得高标准也应该反映在咱们的专业上，是不是？让我们听听每一个乐器的感觉好吗？没有问题。但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在我们表演的时候呢，可不可以有请主持人跟我们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啊，对，要不然朱迅姐姐先来。他行的，女士优先嘛，舞蹈动作根基特别好。你这时候应该说上个月开始学跳舞，你知道吧？来，我们听听是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春江花月啊，很古典，哇！哎呦喂！美。哎呀呀呀呀呀！真好，真好！哎呀呀呀呀！迅姐，刚才这一段评价一下怎么样？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你看我可以凭着特长记一下。对，就是特长生。记一下咱们水晶乐坊吧。你觉得怎么样？其实真正的特长生是这两位。我那个不敢当。给他们一段适合他们风格的音乐，行不行？好，那我们两个试一下吧。来一段吧。来吧，春江花月夜。来，起个范儿啊！你知道他多沉，太颠覆了。哎呦，他更适合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吧啊！他要美的，唯美的啊！对，春江花月夜，来唯美的啊！开始。民族风跳成了郭富城的，对呀，为你爱不完，为你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好吧，不开玩笑了，姑娘们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那你今天来到这儿是报一张怎样的账单？
其实我们的梦想呢是希望在我们的音乐文创基地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美丽梦幻的水晶舞台。天哪，水晶乐器配水晶舞台，当然漂亮，但是造价是它的造价是7600元。那首先要通过我们各位评审这一关了，好不好？好，准备60秒，3、2。咱们的账单金额是7600元，7600元水晶舞台的制作费用，加油好不好？来，谁去？谁去？哇，运动健将嘛，看着体型，运动健将，来吧，加油，姐妹们一起给他加油！来，3、2、1，加油！请步入挑战区，子玉加油啊！大家都给他加油，好不好？来，子玉听我的口令哈，3、2、1，开始。好，大胆迈开腿。好的，连续连续，好的，跳，稳扎稳打，没问题。看看这一关，你迈上去之后是趴下还是跳过去？看准机会，哎，这个方法，小心头，小心头，趴下趴下，小心头，趴下趴下，站起来站起来，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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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匍匐前进，匍匐前进，拿出我们团队的精神来啊！好的，来，我们队友给他加加油，任务过半了啊！好了，子玉来到第三关了，我不知道你的平衡能力怎么样，这一关的重点要保持住平衡，尤其是刚迈上去的时候。好，我们的时间有限啊，这是个机会。你用什么方式都行，只要能跳上去。哎呀，账单取消，欢迎下一位报账。各位主持人，各位美女评审，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美丽的天目湖畔，富有江南明珠之称的江苏溧阳、
溧阳，我妈妈的家乡。啊，哇，这还是老乡。所以你是我妈妈家。真的吗？欢迎你们，你们四个人都是来自溧阳吗？都是啊。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原配夫人。什么叫原配？原配啊！这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女儿？对对对对对。哇，这姑娘双胞胎啊，是吧？对对对对。你真能干，小伙子。哎，我想问你一下，你今年多大？39。嗯。你39。来。39，像吗？39。怎么可能是快40的人？对对对。你像19。我们都爱跳舞啊，跳舞使人年轻。对，舞蹈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好的，那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几位的账单是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妈妈更加优秀，让我们妈妈更加年轻，更加保持这种逆生长的那种趋势。对，所以我们决定给妈妈报一个音响。那么接下来该到才艺的时间了。是的，好的，全家起舞，我们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一种舞蹈，然后是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因为是表现家，我们表演一段牵挂，就是对，当我女儿出去上学的时候表现的那段。好的，来来，谢谢。有主题的舞蹈哈，来60秒，准备3、2。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上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哎呀，我都不忍心去打搅这一家人了，真好，很感人哈，这种舞蹈，他们舞蹈中注入一些家庭的温馨的，特别温暖，关键是这一家人跳的感觉特别棒。来，听听姑娘们怎么说，来看一看。哎，一号，你们好。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舞蹈，然后结果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突然间想到我在12岁出来上学的时候，一个人在外面单打独斗，然后爸妈也是在外地在做生意，那个时候青春期特别不理解，总会说一些特别撕心裂肺然后回去伤害他们的话。当我现在20岁出头的时候，想去报答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身体不是特别好，就觉得小的时候不应该那么气他。所以说你们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特别触动，谢谢你们。无论在外的事业多么辉煌，家永远是我们心的归属最重要的地方。谢谢你们带来的这份温暖，谢谢。再次给你们确认一下，你们的账单是什么？我们账单是3260元的一套音响。啊，3260元的一套音响，对，妈妈说了算。妈妈说了算，对。但是听得一定棒。对的，对的。谢谢。好的，一家人加油，好不好？来。3、2、1，加油！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万达安利金牌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也可以获得由牛初乳粉丝所提供的精度蛋糕。老爸，加油！来，火热挑战去！来，咱们自己的加油啊！加油！准备好了吗？3、2、1，挑战开始。他在思考，他在思考在什么时机可以跃上面前的障碍。看清，决定了，就可以跨上去了。漂亮，没问题。
跨三大步。兄弟，你原来练过三级跳远吗？啊，来，哇，他用一个非常漂亮的鱼跃的姿势。找到了之前障碍的那个小小的缝隙，直接跳了上去。好了，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方式，漂亮，来到第三关，来吧，给他加油好不好？能否一跃而上呢？看见他就是现在。他的双手像卸钳子一样，稳稳的把自己的身体卡在那儿。你现在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现在利用空隙，只要过了这个之后，漂亮，过了这个之后，现在是机会，现在是时机，漂亮，来到第四关，来到第四关。他有一个习惯，他习惯于在每关之前先具体的通过自己的观察感受一下这关的频率和节奏，然后迅速的就通过。我说的没错，他看清了频率和节奏之后，非常迅速就会通过。他再看清，侧身跨步，就差一步，用你刚才的方式就没问题。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好的。我看你来到这个我们第五关，整个人特别着急，是准备确定要挑战第五关。确定挑战，确定挑战，确定挑战。也就是说，你知道，如果你通过我们的第五关，你的3260元的音响就会翻倍，对吗？对，通不通过无所谓，就得玩到嗨。好的，要的就是你这种精神。来到第五关，准备，来，准备好。来，三、二、一，挑战可以开始。让岁月铭记这一回。大队长好。大队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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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杠就上了。三道杠，你好，从前我就特崇拜三道杠，是吧？来吧，认识一下这位大队长是谁。大家好，我是童星王旭。哦，你童星？为什么说是童星呢？我小的时候唱那个《好爸爸坏爸爸》那电台版的。啊？对对对。哎，怎么唱？怎么唱？你不知道啊？你唱的那歌是啊？是啊。我也不知道。你让他唱。爸爸，对对对。咱们一起唱。来，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唱。来来来来，你起头啊！我起头，我起头，我跟你啊。嗯。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坐起饭来，擦擦擦擦擦擦，洗衣服，刷刷刷刷刷刷。新的版本出现了，是吧？但是我们印象特别深，那个调还记得，是是是。啊，你是原唱啊？你对对对，那是我六岁，你唱的时候六岁，对，特别小。你还能唱出六岁时候的声音吗？这个难度高了。
是九十年代吗？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对，八九年左右吧。其实迅姐也是童星啊。啊，对呀、啊，对不对？迅姐是相当的童星啊。这个时候是摇滚青年嘛。对。你是看着我的电影长大的吗？是的。哎，对，正好咱俩一块红的。是吧？那我怎么没你红呢？咱俩是一块的。是吧？一个年代的嘛。哎呦，那待会儿还得合张影啊，必须得合张影。行行行，肯定满足。对对对对对。你现在还一直从事着音乐的工作？对，从事音乐工作，比如说做一些制作啊，还有一些目前的拍电视剧，还有一些歌曲的演唱片尾曲的。你这手是看准了，音乐制作又对又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今天来主要是我的账单是11900，想给我的母校啊捐赠一些乐器。我的母校基本上是我的小学和高中啊，完了之后我想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条件，能够成长，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得多。嗯，对对对，哎，对，好，好的，特别好。多少钱？11900，靠谱，靠谱，行，靠谱，靠谱，好，好，来吧，来吧，五彩就给你，留给你了。60秒猜艺，准备，三，二。还是那双眼，早已看不见彼此倒影的影片。我还无法忘记你走的今天，我的世界里还留着铭记瞬间，曾经一生的誓言，超越爱的地平线。一个人的深夜，回想着彼此欢笑的场面，这是一生的诺言。手中项链，感情线，就算一切终结，烙印还在你心间。哎呦，北京男孩，很典型。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账单是11900，给我的母校捐一些乐器。一万一千九百元母校乐器的捐赠费。好，加油！加油！加油！走着，走着，走着，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来，倒计时，三、二、一，挑战开始。小心啊，有一点点惊险。第二关，好，一点点往前爬啊。现在整体的选择应该说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敏捷，在障碍即将到达自己身体的那一刻，迅速的就趴下了。好，来到第三关，漂亮！哇，他选择了一个直接骑在上面的姿势。你挪动一下，挪动一下，好吧，来，经验几次的经验告诉你很难能够通过的，好吧，来来来，是机会，是机会，是的，是的，加油，加油。哇，是考验我们现场道具的时候了。李子冠，啊，漂亮，王旭按一下确认按钮，恭喜
接下来你有一个选择，你选择第五关挑战的话，成功11900将翻倍，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账单了。是是，你会选择吗？同时提醒你，如果失败的话，之前的努力都取消。想一想。我想想啊。不闯了，把这个费用捐给我母校，之后我自己再拿出一部分补贴给学生。好的，我尊重你的决定。来，再次正式宣布账单确认。来，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欢迎下一位报价人。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山东姑娘。我是大女儿，是一名高速公路上的杨鲁月。我是杨真，欢迎你们。你在高速公路上工作是吗？对。你是在什么地方？哎，你看看我的衣服，我这摸着怎么那么熟悉？你替我擦把汗。真的，你摸摸。这个是，哎，你看看什么做的？哎，毛巾。毛巾。毛巾哈。啊。哇，这为什么拿毛巾做衣服呢？因为我是一名毛巾超市的售货员。啊，你在毛巾有超市是吗？对，我们店里卖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毛巾。哦，你们店里只卖毛巾是吗？哦，也有浴巾。那是另一种毛巾。哎，这种材质做的衣服，那你说这个多吸汗呢？这个太适合我了，是吧？我就这一头汗，衣服都是透的。真的吗？你得空给我做一身吧。有，给你带来了。啊，给我带来了。啊，我们看看。真好，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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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朱琴老师的，你穿着特别要去像，要干嘛去？干活。家务是吧？干活。到处家务自己滚一圈。哎，我这个正好，我带孩子，抱孩子就方便，哎，对，你抱方便。奶爸。对呀，啊，孩子一奶啊，你那边正好想有一个，啊，都可以不怕脏，干净，啊，干净。这边这个摘下来，啊，擦擦孩子嘴，放过去。不用，直接这孩子来冲冲。这个也可以一块给你的超级奶爸。哎，他能搭上，能搭上，真的，这个特别有用，真的特别好。就开格的时候，开格用。你这也特别像二位里边请。你是一位高速公路上的清洁工。清洁工。清洁工。对。你真的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工作吗？对，每天都在高速。是人工吗？都是人工的。哎呀，那个特别辛苦，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挺危险的。对。所以他们那个衣服为什么特别鲜亮，包括有这个反光啊，可能是保暖。对。但是我觉得必须提醒电视机前所有在高速上行驶的司机，我就见过有人在高速公路上往外扔东西。对，很多。很多吗？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刚上班，不了解这种情况，我在那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一辆车从我身边飞速的过去了，然后就往我这扔了一个苹果核。苹果核。对，但是很不巧的就扔我腿上了。他这出来之后，然后呢？然后就一下我就跪下了，很疼，但是我没多想，到回家的时候。把裤子换下来一看，青都肿了啊，一大紫疙瘩，特别的危险。你可能觉得没事儿，对，你知道那个速度，对，是跟你的车速是一样的。Yeah, 所以说，你看苹果核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对对，所以我建议所有开车的司机在车上放一个垃圾袋儿，然后有垃圾放车上，然后等到下公司的时候会有那些垃圾桶，直接往垃圾桶里一放就好了。对，文明出行，从我做起。对，好的。那么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组成了一个组合。啊，对。你们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因为我曾前一段时间那个在下班的路上出了一次车祸，哎呦，里面有钢板，所以说今年年底我就要去钢板，所以说我要报去钢板的账单。啊，有那手术的费用，对，手术费用。哎呦，真的不容易。多少钱呢？2000。那接下来把舞台留给你们。好，来，60秒，3、2。
姐的时候，我看她很腼腆，然后很羞涩那种，就是特别朴实的那种，唱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立马起范儿了。谢谢，高手在民间嘛，真是真是高手在民间，特别棒，特别棒，继续保持，将更好的东西带来给我们。什么叫做高手在民间？嗯，真的。对，再次给你们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多少钱？两千元，对，手术自费的部分。好。特别希望你们能过去。谁来呢？那肯定是这位。我明白了，为什么带着啊？我明白了。嗯。为姐妹也加油，好，是不是？嗯。真好，谢谢。来吧。来。请步入挑战区，加油啊！接受挑战的是杨真，你准备好了吗？来，三。二一，挑战开始。好的，节奏很棒，稳住了自己的重心，来到第二关。山东姑娘，山东的妹子，加油啊！好，趴下，完全趴下，低头低头，不要想着抬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起身，不要着急起身，好吗？现在是机会，起身，起身，借助力量，借助蹬力，漂亮，漂亮，通过，通过，通过，来到第三关。非常的棒，他姿势非常的棒，坐在上面，坐在上面，侧身，侧身，侧身，好，起来，起来，双腿用力，哎，好的，哇，来到第四关，哎，他第一个关卡通过的非常灵敏啊。找到了机会啊！好的，杨振，最后一个位置，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漂亮！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如果通过会翻倍，不通过会清零的。那么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通过还是放弃？中国福金利福金利福珠宝提醒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所提供的礼品一份，每期一等奖一名，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一部，二等奖1000元金饰10份，三等奖价值200元的充值卡50份，幸福账单我们为您买单。答案是什么？通过还是放弃？啊！哎呦，是确定了是吧？啊，确定了。来之前就商量好了。是的。嗯，好啊。我们知道这个搭档的这个胳膊是有伤的哈。为了他的胳膊的伤，咱们稳妥一点，是吧？是的。好，没问题。正式宣布，山东姑娘他们俩的账单在此确认。来吧，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您是不是也想报销手中的账单，分享只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您是不是也想知道我们会为您的账单准备什么样的游戏呢？人人都有账单，人人都有机会带上您的账单，我们在这等着您，我们为您买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您买单。
管他，霸气。做节目之前先看看镜子，看怎么说。妹，找到你了，贝爷，你是最帅的。